蜀山传奇已迈入最后精彩阶段，我只要看到死亡，看到蜀山和阴风谷全部同归于尽，一场场腥风血雨即将接近尾声。蜀山剑派暗流涌动，血赚机器浩劫来临，邪魔决战席卷而来，蜀山的命运究竟会如何演变？这是丁颖和爹自己选择的路。6月15日晚间8点，魔幻仙侠大戏《蜀山传记》精彩大结局，敬请锁定艾尔达综合台。